爸妈妈哦，爸爸妈妈那么年轻哦，小朋友爸爸妈妈，啊，你生几个？两个，我生一两个，啊，那这个好稀啦，跟他洋娃娃嘞，真的，啊，这个是大哥哥，哥哥说很厉害哦，你会 solo 对不对？他变，他变，你这性格，你呢？哎，昨天我高听呢，哎呦，哎 ，solo solo， 起档起档，哦，起档，有了有了有了。黄学这个学多久？黄子墨，黄子墨，墨墨半年多，半年多，半年多。为什么讲话都要有 tempo？ 为什么你男生要穿裙子？这个是为什么？酷裤，人家是短一点宽的，没见过你穿一样酷的。明明姐，明明姐，你误会了。好酷的，他是不敢看我，我为什么？他的偶像是我哎，你的偶像是谁？墨墨，墨墨，你的偶像是谁？是谁 ？Michael Jackson。我的。好来跳一段，好来。哦。那才厉害。我阿炳助力啊。调调调。阿姨是这样，是阿姨，你是这样。阿姨。阿姨是阿姨。阿姨那是妹妹啦。妹妹。妹妹啊，我这个很像芭比娃娃哎。很可爱。好了，真的，你真的会吗？你会不会？来来。阿姨，你也来，你也来一下哈。我这个要叫就。Picky Picky 宝贝啊。人又漂亮，讲话又清楚。请问你学多久了？一年。啊，一年呢？一年呢？比哥哥还久，你好厉害！你现在有几个男朋友？一个，一个，一个。在哪里？一个男朋友在哪里啊？哪里？哪一个？我是说林哥。啊，林哥，林哥，一个。请问你有什么条件？你未来男朋友要什么样子？你才要？长大。长大以后要等长大，长大以后像那个大牛和叔叔这样，你要不要？要吗？不要。不要。太老了。太老了。他有儿子。太老了啦。他儿子很帅哦。来一个 pose， 哎，会 pose， 他可以连续几个 pose 哦，五连拍好，来来来，起来，来来，五连拍，好来哦，预备，一起，一，一，二，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可爱型的，哎，这未来的偶像嘛，好想带他回家，非常有天分，真的，真的，浪起来哦，给冰冰阿姨亲一下，爸爸你羡慕吧，对呀，非常，我好希望他们是我的小孩，赶快抱一下，真的有可能就会，默默你借我抱一下，默默给爸爸抱一下。公益啊，公益啊！不是，不是，默默就他这个样子，就比在激动。没有啦，他耍酷啦，对，他很爱耍，他很爱耍酷啦。好棒哦，真好哈，就回家吧。天下哈，安尼需要囡仔人，拢会当有咱这个职业囡仔哦。哇，这次哈，这次的演唱会他们都会参加。安尼哈，啊，你有想表演一下来看没？来，你贵团贵团来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欢迎乐乐莫扎特家族。啊，波多曼波曼波波多，波多曼波曼波波多，波多天晴云波波，南国妹妹带兄哥，像出波多的曼波，我来拍鼓你拍锣。像出报道的
当花莲到苏澳，海路水路变泡泡，要吃海味免惊无。出报道的漫步，呜呜呜呜，山顶一个乌狗爷，伊是牧场的小爷，头早到暗真打拼，牧场睏看规山平，吹念玲珑的歌。到底歌声念袂听，伊的歌声真好听，听好会念解出名。有听声看无影，有雷滴，歌响山岭，有雷滴，歌声有缘到底人听，有雷滴。逍遥自在真好命，姑娘听着心肝心酸，四山对伊行，用三宝是甲伊求真正。哇！哇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打波的球！哇！好厉害！哎呀，小帽子，小帽子。歌声真好听，听好会念解出名。有听声看啊，无听又来滴，歌响山岭又来滴，歌声又缘到底，人听又来滴，又来又来滴。阮的大心无够兄，逍遥自在真好命。姑娘听着心肝心酸，四山做伊行，用三宝是甲伊求真正。周末 special， 人讲好酒是沉红茶，剧情发展是愈高调。欧阳准也是江海龙，予人傻傻分不清楚。就是还魂是差袂煞，七嘴八舌来告管歌。船长讲是无才害命，雪间讲是因翁来起痟，借助上门来讨娇笑。欧阳准却半暝八醒，走去原娘因家，到底真相是啥物？二次相等来辨分明。哎呦，唔甘甘，我伫遮吼，我笑者笑者吼，我伫遮，我伫遮。走！哪个是你？你来遮要创啥？你来遮要创啥？哎呦，月娘啊，你是当时啊，头壳来变到遮尔难怣，都甲你讲，我江海龙，唔是欧阳准。是安怎？你都唔相信讲你人倒转来咧？你莫跟我白讲话哦！你根本就是我的红婿，你紧走，我无方便喊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帮我，帮我，拜托！你若话到，好话你无讲到，你老母听到，全世界去乌白讲，啊！你这声就臭骂你！那讲啊吼，你这种个性啊！若要讲好骗是算好骗呢，啊！若予你气翻起来吼，端像个牛同款的，有影哩，真死嘞吼！创啥？我是要安怎？逐工都
早点来阮厝内，我真正要变甲精神散乱啦，我要。那，一杯酒饮落去，大伙恁啊，一杯酒饮落去，到底吼，心情自然就放松啊，啊。我真想，靠边啊，拄啊上来底，你哪会知影？你哪会？你啊！你别创啥？安尼看吼，老哥规身躯啊，诶，衫拢澹遐，你看。喂！别给我看，别创啥？别看，别看。哎呀，嘿嘿，来，你也看，这条胖胖又够真温暖，嘿，我赞呢。可惜啊。钓一回啊，啊，我搞破一空了，吃无菜。无要紧，明天哦，咱来搁出国来去佚佗，我较过来钱管你买一条，来，我呢。你哪拢知影？我偷物件放倒位？哎呀，我对你老公我也唔知。无可能，这根本就无可能。一定是伫咧船顶的所在。你甲阮阿妈话对无？原来你做人计划要冒灾害命，要让我相信你的一切。欧阳船，你一个人来这卑鄙，你也莫这卑鄙啦！好啦，但是要冒什么灾，搁害什么命啦？我都阿未甲你蒙着啊，你就走来让我救，我是要安冒什么灾啦？阿母，莫安尼啦。来啦！金宝啊，我那唔真诶啦！我袂啊，你走，我那唔真诶，你走啦，你走啦！袂安尼，哎，实在咧奇怪呢。虽然讲咧欧阳船遮尔低高吼，也毋过真奇怪，酒坑咧倒伊也知，时啊金坑咧倒伊也知，迄披风坑倒伊拢知影咧。哎，主要我咧想哦，这可能哦一定是空间呐，有啥物呢？因为哦，我感觉应该就是假设吼灵魂装错边，一定是串通好的啦。哦，对啊，你看，这有问题啦。你看迄个查某，明明就妖怪加势哩，好气遐嘛。啊，真正安尼？真的啊，一定是妖怪输。来讨笑，欧阳船却爬上原娘的眠床。这时阵，小三嘛来插座会，到底是江海龙的阿娜达，还是欧阳船的哈尼呢？广告了后，演予你知。